谢谢大家，谢谢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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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
反正完美的世界。记得最棒的东西是，当你今天气很弱，我要跟你演对手戏，我上去的时候发现你今天情绪跟气很弱的时候，如果社会上这样，我见习时你挖盖你的时候，或剧场的时候，你必须要降下来，跟他一样，因为戏才会好看。第二，剧场你犯错了，因为像你美国经常犯的事情，忘词，犯错，你的对手只能做一件事情，叫抢救。啊、我觉得剧场给我的工作最开心的当然是这个，还有剧场演出之后观众的回馈，那种问卷给你的感觉，如果跟你心里面想的是一样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你真的不寂寞。在当今这样的社会里面，有一些人的心情是跟你一样，或对人事的某些了解是。有一个很久住台湾住几年的日本人，他中文讲的不是很好，但还不错，他就开玩笑跟我讲说：“你是那么敏感的一个人。”他说我了哈，他说。你在台湾这样住，天天看电视，你为什么不会疯掉？我说，因为我看电视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在台湾这样的乱，这些有点乱的那世界里面，你怎么会没有不会生气，不会有意见？我说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我说觉得是这样，是面对他，接受他。我诅咒你全家快乐平安之后放下他。没有，我就只能面对所有东西是这样。